火红的面屋五藏拉面，每一间都有不同的特色，主打豚骨和鱼介双汤头的特色拉面。只有简单的几种拉面品项，可以选择汤头的浓淡，还有拉面软硬以及分量。而最人气的餐点呢，就是每餐限量20碗的一本拉面了。浓郁的双汤头，带着豚骨的甘醇以及鱼介的鲜味，自制的面条粗而有嚼劲。一本拉面配上比手掌还要大的特制叉烧，放在碗里头还多出了一大截呢。肥瘦各半的炙烧叉烧当中呢，是咸中带甜，入味多汁，而且分量十足。爱吃肉的朋友可别错过这款面屋五藏神山店的限量拉面哦。